五股新增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爱笑力课程，让社区的居民参与一起哈哈笑，除了认识不同的朋友，也让自己更健康、快乐和自信。站起来开心的跳舞，一边哈哈大笑，这是新增社区发展协会举办的爱笑力课程，让民众生活充满欢笑。我想一笑解千愁，笑是最佳的良药，所以说我们新增社区发展协会有开办爱笑力的课程，邀请所有社区的好朋友来参与爱笑力的课程，让整个充满愉悦、充满笑的环境里面充满了爱。笑就是从这个我们肚子里面，我们从丹田真正的笑出来。我们说 You are what you act，就是我们不断地去扮演我们的开心、我们的喜悦，然后就会从假笑变成真笑，然后每天生活都充满正能量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鱼珠，我的笑名是开心果，谢谢。开心果，好名字。民众纷纷站起来自我介绍，除了名字之外，还介绍自己的笑名。从新手阿嬷到公主，展现回归初心的童心，就像生活一样，也许换个角度看，困难的事就变简单了。从这个丹田，从里面真正的笑出来，那么笑出来之后呢，我们遇到了所有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开心。那么开心的同时呢，其实遇到的事情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用这个开心的方式去面对，然后就知道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解决，所以呢，所有的事情就会这个迎刃而解。爱笑力课程教的是来自印度心脏科医师所创立的爱笑瑜伽。爱笑瑜伽风行130多个国家，也让笑的魅力感染全世界。记者沈志勇、林家珍、五股采访报道。